你好，晚上的8点钟。今天呢，5月7号，星期五，明天周休二日。社长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是报道花博公园啊美食的活动，还有花博公园那个的活动啊，然后大龙夜市美食啊，还有孔庙附近的美食活动啊，这边所有的小吃社长都报道出来了啊，但明天没办法出去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社福机构不准我们外出，要到下下礼拜我才会出去，5月17号。在这跟我们的读者们说声抱歉啊，读者说声抱歉啊，这个礼拜不能到花博公园啊，但一样的，我们等会联络花博公园，有看看花博公园有什么活动，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什么活动啊。这就是社长预报明天的花博公园的活动啊。